你好，今日由宏俊同你一起睇睇天气。昨晚我哋起咗风啊，今日我哋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，天气比较凉噶。今朝早嘅最低气温咧得15-16度，日间最高气温都上到系18度左右啫。咁比昨日同一时间，好多地方嘅气温都低咗成4-5度。卫星云图可以见到，一道广阔云带今日覆盖住华南地区同埋南海北部。咁所以今日我哋望出嘅天，见到天上面嘅云咧比较多一啲，天色都系比较阴暗。有些地方咧，仲落過啲微雨添。咁有部分地區係錄到1-2毫米嘅雨量。天氣預報圖話俾你聽，聽日日間嘅時間，呢啲雲帶咧就會集中喺南海。咁我哋有機會見翻多啲陽光啦。預測今晚同埋聽日天氣會係大致多雲，聽朝早天氣清涼，最低氣温大約係16度。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，最高氣温會上翻去20度。風方面就會吹和緩東風，風勢間中清勁。至於跟住嗰兩三日天氣點樣樣，一齊睇睇預報圖啊！預計星期四、星期五，我哋都會繼續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所以朝頭早天氣會比較涼一啲。星期四部分時間會有陽光，朝頭早天氣清涼。咁留意一下呢、這個禮拜後期，我哋就會有幾陣雨啦。呢節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